邓小平同志，因为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疏散到外地，你们夫妇俩安排去江西。我服从中央的安排。1969年10月，全军进入紧急的战备状态，一些老革命家也被分批次下放到地方去劳动。随之，邓公成为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儿女们也遭遇不公平的待遇。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了吗？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他下去是劳动锻炼的。紧接着，总理对于小平同志下放到江西劳动一事进行了紧急部署。邓小平同志已经是60几岁的老人了，得了病怎么办呢？我的意见是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这样也便于照顾。是，总理，有一件事我们还要请示，让邓小平夫妇住在一起是否合适？怎么不合适啊？合适，最好让他们夫妇两个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于自己落难老战友的生活安排是如此的精细和具体，真正意义上做到了无微不至的精神。受到错误批判的邓公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为了方便小平同志上下班，工人师傅们从工厂后墙开了个小门，并用炉灰渣铺了一条500米长的小路直通陆军步兵学校的住所。小平夫妇风雨无阻，来来回回在这条小道上走了3年0.4个月。后来人们把这条小道称为小平小道，这是一条蜿蜒曲折并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路不宽也不是很平，两旁就是庄稼地。小平同志每天往返于这条小路上，乱象丛生，大起大落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时时都在上演。最终用自己坚实而稳健的步伐走出了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阳光大道。